要去到哪里才算爱的认真，可能谁说要陪你牵手走完一生，可能笑着流出泪，某天在某时辰。感谢韦小宝送来的私人飞机，谢韦小宝，让我们一起跳起来，一起嗨起来吧，家人们！有谁叫三个键分享我们直播间左上角点点关注啦？戳戳戳戳戳屏幕点点赞，点到1500万，1500万点赞喽！可能桂林有渔船为你迷茫点灯，可能在呼伦草原牛羊风浪成群，可能再也找不到愿意相信的人，可能穿越了彷徨脚步才能坚定，可能赴岛山道上有人虔诚攀登，可能酒桌家乡里忽然忘掉年轮，可能要多年以后才能看得曾经，可能在当时身边有双温暖眼睛，可能西安城墙上有人誓言不分，可能要去到大理才算爱的认真，可能谁说要陪你牵手走完一生，可能笑着流出泪，可能终于有一天刚好遇见爱情，可能永远在路上有人奋斗前进，可能一切的可能相信才有